然后手机啊 ，Hello， 有手机的人请关起来吼，手机也关起来。So， 各位同心，大家好啥？大家好。我今日较袂遐寒吼，可能较比昨昏较爽快。恁下晡就会当转去啊？确定啊？秘书长的课的时阵，伊就会称呼恁叫做众将官呐。讲恁毕业了后，得到这个民政府高级班的毕业证书，就是将来咱台湾民政府高级官员的认定资格。所以就爱称呼恁众将官。我先介绍我家己，因为我足久毋捌伫咧初级班上课啊，所以大概恁拢毋捌我。我姓迄个中国姓吼，真汉的有啦吼，但是因为我有贵啊，有这个姓。啊，其实我是平埔族的，是安怎讲？恁毋知大家拢知影无？我利用这机会介绍互恁了解，平埔族的人吼，手的，恁啊。你滚头舞啊，拗起来！在这个手腕的所在吼，有一条横的，一个横线，有的真明显，啊，有的较无明显，啊，但是拢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真明显的象征，我有这条横。啊，另外佫一个特点在倒，在咱脚的，讲脚掌头啊吼。那个小指头，那个指甲那会闭，哦，那个因为是平埔族的那个基因呐、啊，所以恁转去哦，大家再家己转回来去看，啊，确定恁是不是因为跟我同款平埔族的，啊，我这个名哦，恁看起来可能就猜会出来。我是昭和的时代出世的，正确讲是昭和十六年，就是公元1941年。迄个时阵，我即阵才知影讲，就爱感谢阮老爸，我的父亲，甲我号迄个名，伊是希望讲昭和的永远继续，所以变做姓昭。伊迄阵就有迄个崇拜日本天皇的迄个观念。So， 啊，讲到我出世的年代，啊，其实我离开台湾足久啊，1966年我就离开台湾，我即摆退休回来。来跟大家同款，要来替台湾打拼、哦啊、虽然我离开台湾足久啊，但是我台湾话还阁足好讲的。啊，这有一个原因。恁细汉的时阵哦，我看在座的大家拢比我较少年啦吼、哦，所以我会使讲我古早的故事互恁听。我到我小学三年的时阵，头一摆拄到中国来的老师，啊，伊就开始规定袂使讲台湾话。啊，那时阵虽然囡仔想讲奇怪，啊，哪会袂使讲台湾话？继续过来讲，去互抓到吼，手就爱伸出来，啊，用迄、那个。手术液嘛，一大锅的吼，摔，迄摔落去吼，随一脸红的，我去互拍啊吼，足唔甘愿的。我甲阮老母讲的话，你叫我袂使讲的，啊，骨就爱互你拍。所以以后不管伫台湾伫外国，我若有机会讲台湾话，我一定讲台湾话。啊，所以
回来听到讲有迄个故事，讲旧年啊、前年啊，迄个印尼的航空公司哦，为着要赚咱印尼的台商的迄个钱，所以伊印尼航空公司又话要招一挂、招考一挂会晓讲台湾话航空小姐，所以招来台湾招生。按算讲要扣20个，结果唔知讲办偌久，扣无半个，爱放弃迄个计划。所以讲，咱台湾今年到啊这个时阵，看偌严重，咱的母话得要去用消灭去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学我呢，尽量用外国讲台湾话。但是如果去用消费去，我们台湾人的文化因为也会去用消费去，所以我们变成说好像没在存在一样、哦、所以千万就要再恢复说台湾的习惯。好，英语话说到这、刚才说的，你下午下课之后就应该领到一个毕业证书了，将来你是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你要执政，要管理台湾，你大家拢准备好势未？啊，有人敢讲准备好吧？最近秘书长常来讲，虾米啊，免偌久啊，所以恁大家拢准备好未？哦，啊，我是要去请教各位，啊，恁要准备啥？要准备啥？唔是要牙刀，也唔是要牙签，对不？要准备啥？真简单啦，就是准备法律。哦，咱是要用法律，已经用法律过美国，将来要用法律接台湾的政权，啊，接来了后，咱嘛是要用法律来管理台湾，为台湾的老百姓做代志。所以利用这一个机会，各个台湾、各个大家学习一点啊法律的基础，好不？哦，啊！但是今日我尽量减少我讲的迄个机会，啊，让大家来动脑筋来发言，安尼这是学习的迄个意思啦，吼。So， 各位来这参加培训，目的是啥？就是要来了解咱台湾的国际法真正的地位、国际地位。所以头一个请教各位，恁定来听着秘书长咧讲国际法、战争法，这是啥物？啥物是国际法？啥物是战争法？你将来做国际官员，嘛着爱甲台湾的老百姓过世啊！哦，啊，恁知无？知影人也少啊！咁拢唔知，至少嘛小可了解。下面我做国际法。啊，你若唔知，我之后就爱我讲啊。先讲什么？何是法律？大家知无？法律，法律是啥？别抓瞎乌哩，唔是干那安尼尔吼。法律是啥物？法律是咧规范咱人甲人诶中间诶迄个关系，
你袂使拍人，袂使欺负人诶。简单讲起来，这就是法律啦。哦，啊，若知影法律是咧规范人甲人中间诶关系诶时阵，咱就用个推想，国际法是啥？国际法就是咧规范国家甲国家中间诶迄个关系，还是咧规范国际事务。啊，国际法跟咱一般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无同款的所在，是因为国际法无像像一个国家讲有一个立法的机关，啊，迄个立法的机关伫咧创作法律，国际无一个迄个立法的机关伫咧做国际法，所以国际法的来源要对倒来。一个荷兰，一个城市或者海牙，遐有一个国际法庭，全世界有踮咧遐成立一个国际法庭。啊，这个国际法庭的迄个章程吼，伊有规定伊的法官要来判国际事务的时阵，爱根据什么来做判决？所以伫伊的章程的38条。有规定，遐法官就爱根据啥物来做国际事务的判决。啊，遐规定，就是一般来讲的国际法的来源，吼、哦。啊，这来源伫倒，它是按国际条约。国际若有定条约的时阵，迄个就是国际法。过来。国际惯例，敢那国际上，真久以来就习惯安尼处理代志，的迄个习惯，因为会使做国际判决的根据。第三，一般的法律的原则，一般的法律的原则是咧讲啥？简单讲。讲条约必须爱遵守，特别法比普通法较优先，刑法比刑法较优先，啊个其他的法律的逻辑，啊这其他的法律的逻辑，咱若较听啊讲着，我再阁甲大家说明，这就是一般的法律原则。第四项。国际判例，以前国际已经判决过，迄个话用个提起来做，以后会判决的根据。最后，以上的四项，若无够用，还是讲有新的代志发生，啊，用以上四项无法度通解决的，最后迄个法官因为会使。利用国际法的专家因的意见甲主张来做最后的判决，啊，当然这款的情形较少，吼、哦。这是国际法。过来，什么是战争法？战争法大家唔通误解吼，唔是咧叫人战争的，吼、哦，是对拜，是讲。战争若无法度人避免的时阵，因为咱人类足复杂的，啊，有一挂人一定定定要爱甲人相拍，爱甲人冤家。啊，若无法度人避免战争的时阵，利用战争法来将战争的损害来减轻，要减轻战争的损害，所以伫咧。外国，因为有人称呼这个战争法叫做领导法，哦，因为这个有领导的意义在内。啊，战争法包括啥？这四五项：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
红十字会总章程，哦，红十字会大家拢知嘛吼。查讲战争的时阵，你那也是记白旗啊，啊有一个红的十字架，安尼迄不管多一方，拢袂使甲你拍，这就是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规定国际承认的，讲你救人的即款。人员不是战斗的人员，所以不能开枪打。再来美国的陆军战场的手册，跟美国最高法院的对战争方面的判例都可以应用做战争法的根据。啊，大家听讲，秘书长的法律论述，啊，会记的秘书长的法律论述是啥物无？利用秘书长的法律论述，会当解答台湾的国际地位。啊，伊所讲的。就要根据三项的国际法的迄个铁则还是原则，大家还阁会记袂？占领不得遗传，对无？啊，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是上重要的两项，你咧初级班一定就爱会记的。啊，阁一项。领土主权的移转，一定要有契约国际法的依据。哦，这虽然秘书长无讲一定要爱记，啊，其实这个就是咱拄仔咧讲的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必须要遵守，原因伫这个所在。有关领土的主权的问题，就是要根据有国际条约的规定，才有法子人做确定。哦，啊，咱即马利用这三点来学秘书长来解决。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头一条，我要请教各位的，台湾的领土主权，不经过多一个国际条约，被转变。没有错，咱即摆就爱改习惯吼，讲下关条约，哎，尽量避免马关条约吼。啊，这下关条约在倒位改变台湾的主权，就是咧第二条，吼。中国这个所在一下中国啊，其实就是大清的皇帝，对吧？将以下的遐物件永久让予日本天皇。啊，台湾甲附近的群岛是伫个这个美这个行，平和是伫个西。啊 ，A 是伫讲啥？大家还会记袂？不听过。辽东半岛没有错，啊，因为安怎？好，对，没有错。第一，当然跟咱无关系啦吼，所以我才无甲列出来。啊，第二就是伊是因为
清朝的发源地，清朝的固有领土，所以伊袂使割让的。所以尾仔日本就爱甲清朝阁拍一个辽南条约，啊，将辽东半岛阁还予清朝，啊，清朝才阁白，敢若两百万两的迄白银啦吼。是啊，除了下关条约以外，啊，阁有啥物条约？甲台湾的主权有牵连？有人比唔对，对啦。要讲旧金山合约以前，咱先看这个图，哦，各家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图大家捌看过嘛？吼、哦，国在的台湾就是安尼，哦，啊，清朝割让和日本就是将这条牛啊挂给人，哦，啊，对啊，啊这边，哎。中部甲东平拢无去着着，哦，这张图是一个法国人画的，迄个时阵的清朝所管的所在是干哪安尼尔，啊，真要求讲规个台湾讲共割予人，所以日本则着爱甲高沙族修建建差不多二三十年吼，啊，则将高沙族给征服。啊，看了这张图。搁刷落去，咱就会看到这张图。这个大家拢知影嘛吼，厄兰比的迄个灯塔。啊，是安怎我要互大家看这张图？因为厄兰比吼，恁以后若有机会去，过去甲看，会用甲注意看卖。入去内底看伊的解说，伊内底有说明。伊讲厄兰比是吼台湾唯一的灯塔。有做围墙的，普通的灯塔拢无墙啊，但是厄兰比有墙啊，而且佫有建筑物，这古早拢是驻兵、派兵伫遐咧顾。啊，是安怎要安尼？清朝咱就爱派兵去遐顾。佮拄个这张图有关的，因为安怎？因为这个所在哦，已经不是清朝的土地了，所以清朝当时被美国压迫，就要起这个厄兰比的灯塔的时阵，就要向高沙族甲买迄个土地，啊，不但该买，而且派人派一个英国的工程师去起这个灯塔的时阵，讲对高雄行啊。厄兰比讲行两个日，伊敢若往白的吼，啊，其实伊毋是往白的啦，因为伊就爱经过高沙族的土地，啊，每一族伊就拢该，就爱甲买过路，就爱付过路费，就爱甲高沙族交往，啊，得到允准，伊才会使通过迄个高沙族的领土。所以一族一族一直行，就要行两个日，才到啊厄兰比。所以我特别提这张图给大家看，目的就是讲，恁以后有机会过去厄兰比，去看这灯塔的时阵，去了解这个历史，伊内底拢有记载，咱就应该想着讲啊，古早。下关条约迄个时阵的情形是安怎？是吧？啊，咱即摆讲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有改变咱台湾的主权无？有啊无？有诶，亚洲。啊？啊，个人要亚洲？应该严格讲起来是无啦吼，因为主权是咧天皇的手诶啊，
但是第二条规定是讲，日本政府爱放弃台湾甲澎湖的这个管辖权，所以主权并无改变，伊干那有影响统治权尔。哦，也讲个主权无改变。搁刷落去，啊，搁一个条约，这个定下比中国国民党甲甚至和马英九嘛甲提起来，讲在这个条约内底，日本已经将台湾交予中华民国啊，啊，迄啥物啊？中国话讲闭着眼睛说瞎话，好社会一大堆。无影无一只，咱即摆白纸写互你，互伊看。第日华合约、台北合约第二条就写个足清楚啊。第二条就是证明讲承认签约的两方，日本甲蒋介石承认，根据1951年。九月初八，伫咧旧金山所对日本签约的这个合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已经放弃对台湾甲澎湖，甚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甲义务。大家注意这个日子，台北合约是伫咧1952年4月28日签的，这个日子就是。旧金山合约生效的日期，旧金山合约是伫咧九月初八，1951年签的，所以伫咧旧金山合约生效迄天，才签台北合约。所以签台北合约的时阵，迄阵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统治权，所以已经放弃的物件，敢有可能搁予别人？对吧？所以这就是法律逻辑啊。所以未过秘书长常常咧讲，讲读台大法律系毕业的，考律师考袂掉的，唯一的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哦。所以底下就足清楚的，哦，这个条约。公然承认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统治权啦，啊，哪有可能讲日本搁将台湾甲澎湖交予中华民国？所以根据以上的遐三个条约，咱就会当讲台湾甲澎湖的领土主权。自从清朝大皇帝割予日本天皇了后，并无经过旧金山合约，也是台北合约，也是其他的国际条约转让予别人，所以仍然由日本天皇拥有。哦，啊，这就是必须定的法律主张日属的根据。所以咱毋是咧讲好笑话，毋是咧讲白贼，拢有根据，哦，会当证明，哦，啊，啥物人若讲倒摆，迄一定是好笑的，因为伊无法度证明。过来第二项，占领不得遗传主权。啊，咱拄仔讲。台湾的领土主权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啊，为何蒋介石的集团哪会来台湾？ OK， 很好。哎，好，等一下，说，就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这是。美国总统所批准的，啊，由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
伫咧1945年9月初二所颁布。啊，伊个条文伫倒？伫第一条个 A 内底有规定，讲伫咧中国，大家注意即个刮胡，满洲除外哦，就是东北三省吼，无、哦、包括在内。中国、台湾、啊个中南半岛诶，吼、哦、北边北纬16度以北的中南半岛，这三位诶日本军就爱向蒋介石导航，吼、哦，啊伫咧 F 有规定。咱即摆先讲 B、C、D、E， 我拢无列出来，因为迄毋是牵涉着台湾。B 甲 C 是即个泰国啦、印尼啦，即个所在，互别人去接收日本军的导航。啊，美国呢是伫咧。你的部分，你的部分是琉球，啊个太平洋的日本的其他的岛屿，由美国的海军太平洋海军总司令去接管。啊，伊是指南韩啊个日本的本土，由麦克阿瑟迄个陆军总司令去接管。而且因为不是跟台湾有关的，所以我无甲恁列出来。但是重要的就是这个 F 就是咧讲以上所指派的司令官，因是啥？因是代表联军去接管日本的导航，不是代表因的国家哦。所以蒋介石伫遮，伊个称呼叫做元帅。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哦，所以来台湾接受日本的导航，是蒋介石这个人，还是这个元帅？不是中华民国。所以问题来啊，这条相恁大概用啊？上过一阵捌看个哦，我甲称呼跨世纪的大骗局，因为顶世纪甲咱骗到即世纪啊，咱即摆已经21世纪啊，对吧？诶，伊讲这是台湾光复，其实那是台湾光复。就是咱拄仔咧讲个，讲这是。军事占领尔，导航典礼啊，才有四支旗啊，真明显啊，哦，这就是证据啊。啊，这是伫咧咱拄仔看的这张图，的内底面，这古早日本时代讲叫做光辉堂，哦，啊，即卖改。唔是，我是讲话长，确定我在播恁看。啊，第二项骗局就甲咱将台湾变作台湾省，伊遮有啥？中国战区台湾省，对吧？啊，咱拄仔咧，咱拄仔有讲啊，哎、欸，对吧？即我特别用红字甲分开，对无？人一般命令就已经写甲真清楚了，中国、台湾啊，甲北越，无同款所在嘛，三个战区嘛，对无？所以，哎、欸，伊即摆从甲咱开始甲咱骗讲，这是台湾省啊，伊个中国战区。啊，证据伫倒？证据就是伫遮。
台湾若是属伫咧中国政府的时阵，迄个时阵日本导航的时阵，干那什么一位举办导航典礼就好啊。结果，咱有两位会用来证明，这个就是伫拄啊咧中山堂迄、那个，这个单一啦，蒋介石派来的代表。这个咧，伫咧中国，这个是何应钦。所以，干那这两张图就通过证明讲，台湾甲中国是两个政府，无可能是一个共的一个政府，对吧？所以咱台湾是属于太平洋战区，战区，唔是中国战区内底。哦，啊，拄啊，我予大家看讲，这个满洲除外，满洲是虾米人去接收的？苏俄啦，苏俄，迄个时阵已经或者苏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苏联接受满洲，阿个对，甲北越，甲北越，所以苏联才有法度通支持共产党，对东北开始拍蒋介石，啊，互北韩变做即阵的迄个共产国家哦。So， 即爿咱知影讲，蒋介石的集团毋是降服台湾，是代表联军来接受日本的导航，啊来占领台湾。但是伫咧旧金山合约第六条有规定，讲这个合约生效了后，盟国所有占领军应在90天内。撤离啊！为何蒋介石那也无撤离台湾？为什么？谁允许？啊？凭什么？都有人讲韩战，这可能会用个猜啦，啊，有可能嘛是对啦吼、哦。但是，咱就要有确实的证据。啊，确实的证据伫倒，当然是美国嘛，吼，美国温存的。啊，美国凭什么允许蒋介石留在台湾？美国就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啊，伫咧旧金山第4条 B。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甲日本国民伫咧台湾平和啊甲琉球等所在的财产所做的处分有效，所以美国用的处分，咱台湾的土地目前，所以也使温存。就该就继续待在台湾，这是法律上的根据。啊，实际上呢，可能跟这两项大事有关系。1949年10月初一，中华民国变作联邦政府啊，因为毛泽东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就该就走袂转去啊，伊只好就爱留在台湾。过来，1950年，拄啊有同心咧讲，6月25日汉奸爆发，所以美国人需要有人顾台湾，啊，因为伊美国就爱派兵去汉奸，所以伊要节省伊的军力，派来台湾，所以叫蒋介石继续。退役过台湾，啊，咱水桥去有关啊，即阵啦，吼。啊，这证据就伫遮，
咱搁摕这张图啊，美国温润蒋介石集团继续留在台湾。啊，这张图的证据伫倒？大家捌看啊，美国旗啊，遮嘛一支美国旗，啊，顶下嘛一支啊，吼、哦。这个就是拄啊，迄个公会堂门下口迄个受降典礼的牌楼。啊，受降典礼，那是光复的时阵，台湾来比光复，那就要踩美国旗啊，对吧？那比中华民国光复，那就要踩美国旗啊，这是正明显的证据。这张较水。彩色的，啊，这间厝嘛是公会堂，但是即摆已经互改过啊，改做啥？中山堂啊，吼、哦，啊，佫换金字啦，啊，你佮看这个牌楼，是毋是佮以前迄个差不多啊？以前嘛写台湾公屋，但是美国旗啊嘛是佫佮擦掉的，你看无？啊，这张相是啥物时阵翕的？大家若拍 Google， a r e t r o s e c t i o n Day， 拍落去，伊是讲光复五十周年的纪念。光复五十周年是啥？1995年呢？对啊。所以，中国国民党五十年了后。啊，搁无袂记个美国个温情，吼、哦！啊，敢若咱台湾毋知影咧，人因国民党会晓感谢美国人，啊，咱毋知影，咱叫用骗伊，啊，毋是敢若安尼尔吼。这张图就是拄啊一张啦吼，啊，即摆即两张，可惜只伤细哩，这就是吼、哦。中华民国咧庆祝100年的生日，同款。啊，中华民国咧庆祝100年的生日，为何那就要插美国旗啊？怎奈会插美国旗啊？对吧？所以，人国民党一直拢袂记个，因的温情温人是啥物人？哦，啊，结果呢，嘛有一挂少的台湾人，啊，搁咧举光复的神主牌啊，啊，搁欢喜个咧，庆平搁欢喜咧，哦，上新的证据。这只军舰什么人的？记得舰，啊？咱迄个小琉球迄个渔船啊，叫菲律宾拍。阿妈因教讲要派海军出去宣示主权，结果派这只出去。啊，出去当然无代志啊，菲律宾唔敢阿拍啊。啊对啊，你看看菲律宾是安怎唔敢拍，遮挂美国旗啊呢？当然嘛唔敢阿拍，菲律宾那敢拍美国，对唔对？啊，所以马英九唱伫倒，唱伫遮。哎，对啊，所以秘书长无咧讲。讲上任迄支美国旗啊，你来挂出来啊，对无？啊，伊不甲恁讲无？咱迄、那个伫台南诶，西拉雅族遐，遐有一摆诶，旧年啊，准年啊，讲中华民国将迄个土地，伊甲征收，伊号做国有地嘛。啊！全送予中兴大学要做实验林场，啊！中兴大学要去讨，
啊，咱高山族住伫遐，伊讲诶，即从阮古早阮祖公来着住伫遮，啥物即是恁诶土地？啊，迄个中兴大学去欢迎去告啊，啊欢迎判讲伊娘要来甲伊拆，要甲伊拆高山族遐厝啊，结果秘书长建议伊讲，美国机要甲拆咯。第二天，法院马上又一个通知，说原告撤回控诉。哦，啊，史诗的故事，你可能咱迄个走廊吼，嘛还佫有即个新闻的报道啊，大家你去看。So， 所以台湾是被美国所温准的。蒋介石的集团军事占领，不是被光复，所以美国是受权者，蒋介石是被受权的代理。开始的时阵是根据一般命令的啊，过来伫咧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是根据旧金山合约，所以因为安尼，秘书长的论述就讲美战。美国占领这个军区在这证明在这哦，啊，现在说美战这条报纸咱那个布告栏也有啦，这就是哦，现在看不太清楚，习近平去年去见奥巴马的时候啊，隔天讲，即《自由时报》诶，六个吹狗诶款，就顶一个消息出来，讲美国 CIA 利用即个机会放即个消息出来，讲1949年诶时阵 ，CIA 就确定台湾是被占领的地区，啊，《自由时报》唔敢讲这個。跟他说台湾地位未定，啊，其实呢，台湾地位已经定了，是将来未定，这阵是足清楚的，这阵就是啥，日苏美战，对吧？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你台湾不管是什么人给人占领，是美国自己。也是蒋介石给人占领，迄、那个主权也是伫咧天皇的手诶。所以目前咱的国际地位是日苏美战，哦，咱甲证明出来。最后，咱来讲这个第三点：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美国温准，到我今仔日，还佫咧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集团，伊这个组织的性质是啥？咱佫来个了解一下。伫咧1945年10月25号，伊来接受日本的导航的时阵，迄阵是啥？军事占领，对不？到我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伫咧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12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台北。啊，伫咧1950年3月的时阵，蒋介石宣布复行逝世，伊讲伊要阁做总统啊，哦。啊，也不用经过投票，也不用经过什么那法律的停止，他就复行逝世。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根据国际法，已经变成流亡政府了。因为他已经迁都台北，离开中国，所以
才有今仔日大家咧个称呼的 Chinese Taipei。哦，所以所有参加运动比赛，咱咧台湾囡仔拢安尼 Chinese Taipei 欢喜个，真个认贼作白啦吼、哦。所以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原文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真清楚、哦、这是流亡政府，连中华 民国的蒙白也已经有了、哦、前两天那个姓王的走去南京去拜孙中山欢喜了，伊那无爱去拜这个，啊，这个这是就爱拜啊，这是伊的蒙拜啊，啊，这写条的啊，1912年到我1949年啊，吼、哦，1912出世的啊，啊，死于是伫咧1949啊，对不对？这嘛是白纸写乌字的证据啊，所以唔免阁甲咱骗啊。So， 阿兰姐嘛，总结列出来吼，拄阿讲诶，1945年10月25日，伊是干呐军事政府来占领台湾。1949诶时变做流亡政府，但是即个军事占领嘛是阿个继续存在哦，对吧？到我旧金山合约生效诶时阵。这个流亡政府也是继续存在，但是现在军事政府该做依照旧金山合约，不是依照一般命令第一号、哦、所以我们现在再看，自从1949年10月初一开始伫咧台湾，同时有两个蒋介石的组织存在，对吧？咱拄仔看，对1949年开始，即嘛拢有两个蒋介石的组织同时存在伫咧台湾，哦，啊，其中即个流亡政府。美国开始还佮外交佮承认嘛，啊，尾啊，才用1979年成立的《台湾关系法》，佮称呼做台湾治理当局。啊，因为安尼的关系，所以真侪台湾人，啊，真侪世界国家被模糊啊，把台湾和流亡的中华民国混在一起。以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现在在回不清就是这样，原因在这里、哦、就是在这里，只有两个组织不一样，我们现在混在一起，所以大家知道了唔能够妄骗啊！啊，因为台湾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得在台北就地合法。因此 ，Chinese Taipei 一定要离开台湾，也因为会离开台湾。啊，剩的呢，剩军事占领。军事占领，当然就要美国自己亲身来执行，因为蒋介石已经过世了，所以伊所代表的流亡政府无迄个权力住伫台湾。啊，其实这毋是干那理论，实际上。中华民国已经开始伫咧宽保啊，要走路啊。
啊，恁看有无？恁知无？秘书长来讲，看新闻，咱即摆就爱会晓知影新闻伫咧报啥。我即摆证明互大家看，中华民国咧看爆发啊！这张图在报纸，无偌久以前，可能恁也有看到，是啥物原因？伊只有啥中秋哇，洪中秋迄个案件发生了后，踮个立法院内底通过一个法令，讲要修改军事审判法，以后军法的案件。拢要依靠司法去审判，等于讲啥？军法取消，哦，啊！即民进党诶，即提咱民主民高诶，即写啥？什么人民万岁咯？什么军事判决走入历史？这个是没有错啊，哦，啊！叫洪仲丘要安息啦。这嘛对啦，啊，其实上重要啊，伊唔知影咧。啊，同款，去年5月17日，《苹果日报》报出来，采三军司令部、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要撤销。啊，国防部讲只能做不能说，哦。过来。TVBS 的报道，2012年联群走入历史。联群是啥？联群是咧波及军队的啊，对不？啊，联群走入历史，就是讲兵也无波及啊，无衫也无饭通食啊。系什么意思？2009年《自由时报》的报道，宪兵要裁撤。宪兵是咧怎样？你管兵啊，对不？啊，宪兵来裁撤，啊，兵啊就无人管啊，对啊。所以，咱将这四个消息给连做一个时阵，是不是用个判断？中华民国军队已经消灭了。啊！伊安怎来消灭？就是要走路啊嘛！美国也要离开啊！多谢大家。各位同事，咱下课休困啊，餐厅遐食饭。